坚持带饭上班第15天，共计花费11米。今天准备做凉拌鸡腿肉、蚝油生菜。鸡腿先焯水煮熟，料酒、生姜慢慢煮吧。趁这个时间来调个料汁：蒜末、小米辣、一勺鸡精、一勺盐、一勺白芝麻、一勺白糖、两勺秘制辣椒油、凉拌酱油、一点陈醋、一点香油、一把葱花，还有最爱的香菜，搅拌均匀。撕好的鸡肉放进来，斩片柠檬，还有点剩下的葱花，料汁倒进去吧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，也特别适合想要减肥的宝宝。满满的蛋白质，这道菜太适合夏天了。再来做蚝油生菜，烧水，一勺盐，一点油，把生菜放进去烫30米。烫好后捞出控干水分，来做淋的汁，锅里倒油，下蒜末、生抽，一点蚝油，一丢丢盐，半碗清水搅拌一下，烧开就可以了。把生菜放进便当盒，料汁淋上去就可以了。今天带一个金黄馒头，哈哈，打包带走。又是努力搬砖的一天，姐妹们拜拜了。